欢迎收看《医分上》频道，我是 Crystal。 现在不少学校都会推行一些电子教学，而小朋友其实对于一些高科技产品或者平板电脑其实都不陌生。不过坊间对于儿童专用的一些平板电脑其实都少之又少，而我手上这一部 EasyPad 2就是专给儿童的。它里面的课程其实也是根据一些本地幼稚园的课程而编制，里面会有齐450个中英数的课程，小朋友可以寓学习于娱乐，里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小游戏，小朋友就可以在里面学一些笔顺，英文方面就可以学一些 vocab， 而数学也都会有一些简单的算式可以计数的。而家长方面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一部 EasyPad 2去看回小朋友的一些学习的进程。咁如果本身家長係我哋 EVI 嘅會員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去睇翻我哋 EVI 入邊會有嘅繪本啦。而如果家長想選購 EasyPad 2咧，我哋而家做緊呢一個嘅超值優惠價嘅。咁我哋咧亦都會送翻一個 EasyPad 2嘅 case 俾大家。咁我哋會有兩個選擇嘅，一個係綠色啦，一個係橙色。咁上面咧就會有我哋 EVI 嘅公仔飯團貓嘅。如果有興趣嘅家長咧，歡迎去到我哋 EVI 上嗰度選購啦。